他唱的。本来是捏一个爸爸，捏一个妈妈。换吵就怪怪的，不要换吵。一个爸爸，吵。喂，不礼貌，怪怪。他怎么吵？怎么吵？怎么吵？吵，用爱心下去吵。用爱心，用爱心炒啊！你会穿得很性感炒吗？不会吧？不会，穿比基尼而已啊！这种身材穿比基尼，因为也是一种另外一种辣，不得了哎！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做，啊，他爸爸教他做，然后一天要做4个小时，哦，一没有做好，他爸爸就毛起来扁他，哇！祖传的，所以他才会边炒边唱，超一个爸爸。很烦呢。我俩业艺术工啊，你爸爸是自创，你爸爸的对吧？哦，自己研发的，那很厉害哎。不简单。我比较厉害，我把它研发更好。你把它发扬光大。对对对。人家说留个家财万贯，他还不如一技在身。哎，说得好哎。要让子女好，且留三分饥与贫。饥与贫。饥饿跟贫穷。让他们自己奋斗。他就不是那个鸡啦。是用鸡乐喝米粒，你好活泼哦！是鸡粒啦，不是鸡乐啦，鸡乐。讲错，潘姐，潘姐，哎，有问题要问吗？家传的秘方放在这个花生酱里面有吗？没有嘞。就以传统的东西把它做出来，就古早的味。不坑一类防腐剂啦。无啦，唔捌看过。无读书，唔捌看过。不能放那个东西，假的对人体不好。对呀，纯天然的。纯天然。农药会累积。好可怜。钱没有赚到，不能害人啊，没关系。钱没赚到没关系。对，做良心生意。我吓一跳，钱没有赚到不能害人。钱要赚到，我害死人。什么逻辑呀？花生啊，为什么人家常说会有黄曲毒素？哎呦，碎，那个鸭子哇，我碎的会碎，这么大家庭啊！黄曲毒素应该放花生放的很久。放很久，对啊，发霉，发霉以后做出了给人家吃。其实好的花生不会，行家哎。哦，好。曾清美贩售的花生酱一个月可以卖出上万罐，现在预约要等一个半月才吃得到呢。2号黄俊杰来了。这个老不死，他竟然是在卖内裤啊！你咧卖内衫内裤？内衫内裤，嘿，男生的、女生的，男生女生都有啦。一开始是女生为主，那么之后男生的也有。你这内裤有什么特色？对啊，我们这是内裤图，你的内裤 NG 内裤啊？那什么？涂花生酱吗？花生酱的内裤，买北控啦，他两个做个群，我们那个内衣不能食用的啦。NG 内裤是怎样？内裤有破洞哦？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。不，你说不对，是 YG 内裤吧？NG 啦 ，YG 啦 ，NG 啦 ，No good。一开始是朋友哈，他代工厂，那么因为每一个厂牌的，像32B， 它都是不一样啊。哦，那么它的 A 厂做到 B 厂去。哦，我怎样？整个被退货。了解 A 厂做到 B 厂，对，就这个是一件内衣嘛。啊，这边 C 罩杯，这边 A 罩杯啊，那样，两个都是 C 的啦，但是哦，大小不一样啦。两个厂牌的 C 的罩杯是不一样的，做错了。哦，做错 NG 不好的这个内衣裤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工厂做有这么多瑕疵吗？瑕疵事实上在我们100件里面大概5件左右，哦，5%，那么大概是90左右哈，都是库存，这个不良率。在我们在卖的过程哦，东西做的瑕疵也是 NG， 卖不出去的也是 NG， 所以都算就对了。对对对，一个月你卖到上万件呐？一个月哦，我们最高哦，在新闻有播出之后哦，3天大概8000件呐。啊，我知道新闻有在抢的，那就是你们在弄的。那么我们在做的哈，因为价格很便宜，59元嘛，一件59，内裤27，内衣是27块。是像刚刚啾啾那个一边59吧，不是一边，是整颗啊，哎，比如说卖完，然后当天铁门拉下来，你会不会自己然后跳到里面，然后去引咎？现在我跟你讲，跳到里面去，然后还拼命喊合理的，合理的，合理的。你看，宪哥，你平常都在做这个是不是？宪哥如果需要，我拿那个丝袜给你，丝袜撕开的话，感觉啪，它会更好了。你有看下流？哎，我们
今天真的假不了，来的都很能拿嘞。常有客人喜欢同款花色订十几件。哦，对，这个啊，我们有那个客人就是一次订十多件啊，不是，我会认为说是不是我们机器的点的出问题，在城市上打电话去问，然后他说他是要出国当抛弃型的内衣啊，哦，我们才知道说哦，才有这种这样子一个市场出来，27块一件，27啊59，内衣之所以59，是因为我们是有一点瑕疵嘛，那59是不及格的第一名。啊，是有用心，捐30000件内衣裤给莫拉克台风赈灾啊，这次捐30000件啊，我们这一次需要哦，其实需要，因为有个讯息啊，哈，那知道在灾区部分哈，目前这个内衣裤老板听到的时候说啊，我袜子我要2000双的哦，内裤几多少，然后就弄一弄哈。大概是一个10吨半的哦，一栋车拢装落去这样子。是是是是是，感情感情不会不会，哎，左手出去多少，右手回来多少，对对对，感恩感恩，行善呐行善，能给你哪是给哦，你也我怕死，不不要不要，我爱感谢哥谢，现在先跟他感恩，他结果出来是错的，那这个倒是真的哦。来，专业的问题来喽，如果你卖女性内衣裤的话，你对女性的，比如说怎么量啦，什么大小 size 要合，你应该很内行。目测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举例32C， 请问 C 代表什么意思？C 啊，我跟你讲哈，32是我。我是 C， 讲 B 是不是？不，32、34、36是我们的胸宽呐，胸围宽。那么 A、B、C 是我们的罩杯了。对，所以说能够用一只手比1、2、3、4。男生内裤有罩杯，就不能用一只手比 A、B、C、D、E 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怎么比？大家傻了，怎么比？宪哥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啊 ，A、B、C、D、E。哎呦！A B C D E 啊，哎，对对对 ，F G H I I， 还有在寒冬瓜，还有在 I A 对吧 ？I A I A， 以前的美加斯维。黄俊杰超低价贩售有瑕疵的 NG 内衣，一个月可以卖出20000多件，服务真有意思哦。看第三位黄玉鱼鱼。欢迎谁呀？耶耶耶耶！十七岁，好认真。哇！哎，跟大家 say hello。温吞的一位少年啊。叫做什么大名？哦，我叫黄鱼。黄鱼玉有没有？黄鱼玉，黄鱼玉在叫。他是全台湾最年轻的，各位，恐怖啦！什么？符咒师。真假的？赶快写个符咒贴在宪哥身上啊！不然他都一直跳，好可怕。什么东西？符咒呢？是符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借由写符咒跟鬼神沟通，然后呢，我们借由跟鬼神沟通来为人们消灾祈福解厄。也是服务人群就对了。道教的。你怎么接？你才17岁，你怎么这个有牌照吗？要考试吗？来来，你刚才是在干嘛？你是气喘吗？做这，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我八字比较轻嘛，然后有灵异体质啊，会碰到一些脏东西，然后在阴森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会比较那个不舒服，所以我想说做这个可以保护我自己。保护你自己，所以是没有没有，一定是跟家里有做这个接触才有可能嘛。对啊，爸爸妈妈是熊勇跟熊勇要去当符咒师，还是爸爸妈妈是有在从事，比如说乩童啊，或者是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我们去找到那个中华民国有内政部核可的符咒协会啊，有这个协会哦，有有有，哇，所以你们家不是什么公庙就对了，不是不是，哦，纯粹是个人。对，有没有遇到什么灵异事件？嗯，有没有请你就是你知道帮他办事？对呀，没有，我现在其实只是他又回来了，没有呀，吓死了，飞碟球，恐怖哎，喂，所以他听说各位，他还有分初级。啊，中级、高级，差别在哪？好酷，好像哈利波特。对，哦，没有，初级我们一般是写那些帮人家消灾的平安符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招财符，然后比较简单的符咒。
然后至于我现在已经上中级课程，还没有上完。我们现在在学的，例如情缘符、人缘符，然后有球的那个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还有一些驱魔驱邪的符咒。还有变漂亮符吗？真的可能没有。那你就用那个符敷脸。三个月画了6000多张的符，才能参加检定。这么说，你检过定？有。你已经